围扎，然后我其实是没有扎，而且它围扎也不会砰砰砰砰。我跟你讲，这些五颜色都超温柔，肩膀也帮我们修好了，也不会这样乱掉下来。然后腰其实我们也不用特别做些什么，它都是宽的，而且不灌风，然后又可以保暖。长度、大小、宽度 S、M、L、XL 都可以穿。然后它是有点类飞鼠袖，看到了吗？给你看它花纱。超漂亮，我觉得这一件主打的就是它花纱扎扎实实的毛衣。来，你看我把它拉开，螺纹中间还有麻花，这件非常的精致，然后它是那种完全不会刺痒的，因为我里面穿背心，非常的喜欢。然后我觉得它是杏，然后带一点白色支线在里面。像我自己是宽肩膀嘛，我36/40半门实测是可以变成一字领的，然后你可以看我活动，它其实不太会就是跑位的感觉，然后也可以变成小斜肩，你想要那种斜斜的性感，或者是你有买 V 领洋装跌搭在里面，弄一点小肩带，我觉得 OK， 非常的漂亮。